欧文、塔图姆、杰伦布朗三人车轮战单挑，三次运球限制，职业级别单挑。第一球，塔图姆接球后不断用脚步试探布朗防守，随后右侧直接一步强突，直接上篮打进。随后塔图姆继续进攻，这次面对欧文，只见欧文不断给塔图姆身体接触，让他十分难受，随后选择了一个高难度横向跳投，结果自然也是打铁了。欧文进攻，只见他直接迎着布朗的长臂投了一记超远三分，球进。随后欧文又是一记三分，直接迎射塔图姆，再次投进，亲手教育双塔花。随后欧文再次面对布朗，这次他一个投篮假动作直接晃飞了对手，随后直接右侧突破上篮打进。不服输的杰伦布朗推开塔图姆，决定再防守一轮欧文，结果这次欧文再次三分直接出手，4-0拿到赛点。接球过后，欧文也是对布朗说快下去吧。随后面对塔图姆，欧文多次试探步，随后一个背后绕球后撤步，但是打铁了。塔图姆进攻，只见塔图姆一个后撤步三分，姿势很帅，但是没进。布朗面对欧文防守，中投也是打铁，再次轮到欧文。只见欧文迎着塔图姆，再次投出远投 ，bang， 球进。欧文率先拿到5分，获胜。